记者方维铎台北报道。 BMW 2系列 Active Tourer 自2014年9月在台湾上市以来，一直受到台湾消费者喜爱，蝉联豪华小型 MPV 极致的领导地位。为了让更多喜爱 BMW 2系列 Active Tourer 的台湾消费者能够晋升入主，总代理范德公司特别限量引进150台2018年式 BMW 218i Active Tourer 晋升版，现金优惠价139万起。2018年式 BMW 218i Active Tourer 晋升版限量150台，现金优惠价139万起，范德公司提供。2018年是 218i Active Tourer 晋升版，配备同级唯一电动尾门启闭系统及 Comfort Access 免钥匙系统，自意运用灵活空间的同时，也提供车主轻松便利的舒适体验。采电动启闭的尾门更支援感应式启闭功能，即便双手满是家人朋友的旅行装备，只需在车尾下方来回移动脚尖，尾门便自动为您敞开，让 BMW 车主保有绝对优雅，一切毫不费力。 BMW 218i Active Tourer 晋升版配备同级唯一电动尾门启闭系统及 Comfort Access 免钥匙系统，范德公司提供。不仅为日常生活与旅行装载增添便利，全新 BMW 218i Active Tourer 晋升版更懂得为驾驶打造舒适无压的驾车体验。全新 BMW 218i Active Tourer 晋升版搭载 LED 头灯含转向辅助灯，大幅强化夜间与多种路况行车视线。此外，还配有自动停车辅助系统及倒车辅助摄影，无论是停车、倒车都能轻易上手，即使遇上紧急事故，可随时透过标准配备的智能紧急求助请求协助。 BMW 客服中心的专业人员将迅速地定位您的所在地，并提供援助。